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。一个老老实实的汽车修理工被强势的女老板逼婚。今天你必须得答应娶我，你要是敢不答应啊，我立马扣你工资。难道他打动了女老板的芳心？高杰是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四十大几的老光棍，明明不喜欢偏偏要逼婚，女老板究竟是何居心？女老板逼婚即将播出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。2013年年初的一天晚上，南方某市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总经理办公室里，一个女人是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吼道：今天你必须得答应娶我，你要是敢不答应啊，我立马扣你工资。说这话的是这家汽车修理厂的女老板，而她要嫁的竟然是她平时根本不屑一顾的修理工。这结婚不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事儿吗？这咋还不娶不行，非娶不可呢？这个女老板也太霸道了吧，男下属会答应吗？女老板名叫高杰，时年39岁，平日里啊很是强势。她不在厂里的时候，下属们还有说有笑，可只要高杰一出现，大家立马像耗子见了猫一样，赶紧假装忙个不停。厂房里经常回荡着高杰训斥下属那尖利的咆哮声，而且呀，他对下属那也真叫一个刻薄，找着机会就克扣工钱。员工们私底下呀是怨声载道，有些人甚至还议论说，女老板都奔四了还没结婚呢，不是心里有问题吧？这样的女人真是谁娶谁倒霉呀。每每遇到这个时候，修理工张翔总是躲得远远的，他可不敢发牢骚，这要是传到老板耳朵里啊，那日子肯定好不了。张翔是这个汽车修理厂的老员工了，厂子初建的时候他就在，可因为业务能力不突出，拙嘴笨腮的又不懂得交际，慢慢的人老力衰的他被边缘化了。一晃汽修厂已经开了10来年了，张翔的工资待遇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，每月只有2000来块钱的工资，重要的活啊也轮不到他出马，这奖金也没多少。如今他40大几了，还打着光棍，除了每个月寄给远在老家的父亲的那几百块钱，再加上偶尔喝上两口，生活也可以维持。可那一天，女老板高杰竟然毫无征兆的突然向他提出了结婚的请求，这让张翔平淡而略显乏味的生活是陡然间掀起了波澜。女老板高杰从来都是盛气凌人、目空一切的架势，好像根本就看不上任何男人，而在婚姻这件大事上，她怎么偏偏就选中了窝窝囊囊、要什么没什么的张翔了呢？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难道在高杰眼中张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高杰跟张翔说，没错，他是瞧不起那些没出息的臭男人，可自己也确实不走运，这么多年碰上的都是学历低、人品低、薪水低的三低人群，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可以托付终身，自己把大好的年华都扑在事业上了，眼见着青春不在，人总有老的一天呢，到时候身边得有人养老送终呀，而且有个子女在身边也是个精神寄托，所以思前想后决定，与其委屈的找个男人结婚，不如啊自己带个孩子潇洒的过。可孩子从哪里来呢？总不至于随便找个男人稀里糊涂的发生关系吧。高杰想要的只是男人的精子，但是到哪里找这种精子，而且还不让对方起疑呢？高杰可不想生下孩子之后再有个父亲找上门。这话说到这儿，您大概会以为高杰让张翔跟他结婚是想要张翔的精子吧，你可想错了，高杰是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40大几的老光棍，他可不想让这种人做孩子的生父，他心里盘算的是选择一家医院做人工受孕，可医生却跟他说，用捐献者的精子啊有严格的规定，你要是已婚
而且男方没有生育能力的话，这种手术啊倒是可以给你做的。而且高杰还听说未婚生子要缴纳巨额的罚款，这可怎么办？高杰就想找个人假结婚怎么样，先假结婚，有了已婚的身份，然后啊再让男方配合着弄个男方无生育能力的证明，这个人工受精生个优质宝宝的计划不就天衣无缝了吗？连那笔罚款啊都不用交了，此乃一举两得。他把自己认识的男性啊分成了几个档次，做了一个详尽的筛选，结果一个令他绝望的事实呈现在眼前：事业有成、条件好一点的男人全都有了家室，次好的一类也起码说是婚姻幸福，他们肯定不会答应自己的这种请求的。似乎可供选择的男性人选也只剩下汽修厂的这帮下属了。可是啊，适婚年龄的男性都有了配偶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实在没辙了，反正是假结婚，就是他了。于是最次次选的张翔就这么成了女老板钦点的未来夫君。高杰是打定了主意，这件事儿就找厂里的维修工张翔帮忙最合适。平时张翔对自己是言听计从，应该没问题，但老实巴交的张翔能接受吗？这一天呢，高杰单独宴请张翔，席间还送了他一堆礼物，张翔是受宠若惊啊，老板什么时候对自己这么好过呀？不对，他一定是对自己啊另有所图。可是自己又有什么可被算计的呢？张翔惴惴不安的刚想细问详情，高杰单刀直入的说出了他的请求，他让张翔娶自己，马上跟他领结婚证。在高杰看来，面对自己的求婚请求，张翔应该觉得那是天上掉馅饼一样，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个张翔竟然委婉地拒绝了他。高杰当场就翻了脸，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一幕。高杰说，张翔，就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我早就可以开了你了，我见你是公司的元老，没功劳有苦劳的份上给你留口饭吃，我既然开了口，这婚你是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，你要是敢说个不字儿，你那几个月的工资你一个子儿都甭想要。可是高杰说完了这些话之后，语气啊竟然立马又温柔了起来。张翔啊，其实你想想，这事儿你根本就不用为难，等我孩子顺利降生，办好了户口，咱们马上离婚，到时候我再给你个万八千的好处费，你一点亏也不吃啊。这个张翔心说，高杰扣发的工资那也不少啊，算算也差不多15000了，他高杰要是真不给了，那自己在异地他乡可怎么活呀？家乡的老父亲没了自己的接济又该怎么办呢？张翔的头是嗡嗡作响。可就在这时，他还似乎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对他说，不就领个证吗？那万八千的好处费也不少啊。看着张翔有些动摇，高杰扔下一句，7天后你跟我去民政局，之后便扬长而去。女老板高杰软硬兼施，逼得张翔无计可施，怕他把这些事儿啊说出去，高杰让他做了自己的专职司机。张翔无奈之下答应高杰，婚后的两人是否真能过日子？与张翔结婚不过是一场交易罢了，张翔只是自己计划中的一粒棋子而已。高杰顺利怀上了孩子，而张翔却突遭意外，两人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？女老板逼婚正在播出。一转眼7天的期限到了，张翔同意了高杰的拉郎配，但是这种事情并不光彩，绝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，高杰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和张翔这种人结婚的事儿，对他来说这个实在是太丢人了。两个人秘密地领了结婚证，没有正式的婚礼仪式，没有鲜花，没有祝福，甚至连张翔远在家乡的老父亲都不知情。张翔虽然是个光棍，没钱也没什么显赫的地位，但他像其他众多普普通通的人一样，渴望得到家庭的幸福，渴望得到社会的接纳与肯定，而他的婚事却如此的草草了事，他的心里还真的挺不是滋味的。
而高杰却觉得与张翔结婚不过是一场交易罢了，在他的心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丈夫，因为张翔只是自己计划中的一粒棋子而已。所以婚后这对夫妻其实是有名无实的，高杰甚至没让张翔到自己家住过一天，每天两个人按照各自的时间上班下班。与以往唯一不同的是，为了监视张翔，怕他把这些事儿啊说出去，高杰让他做了自己的专职司机，每天早晚接送自己，也给他涨了工资。在人们的眼中，张翔似乎是一招飞上了枝头，得到了老板的器重。这件事儿着实是让同事们摸不着头脑。可是张翔都成了老板的专用司机了，怎么还整天闷闷不乐，而且还越来越沉默了呢？他经常喝高，喝多了就躲在角落里边掉眼泪边低声的自言自语。也有人多嘴向高杰汇报了张翔的情况，这高杰不耐烦地嫌他们多事儿，就说就随他去吧，不是还没疯吗，放心，死不了。而高杰这边他也一直没闲着，他托关系给张翔做了一个无生育能力的证明，接着就到医院做了人工受孕。而令他万分惊喜的是，没多久之后他如愿以偿地怀孕了。高杰生孩子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，他想到了挂名丈夫张翔，这场戏终于可以落幕了。张翔知道了这个消息也会很高兴吧。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张翔出事儿了。那天下午，高杰接到了交警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他公司的员工张翔开车出了车祸，汽车严重损毁，人也重伤昏迷，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了。高杰火速地赶往医院，张翔虽被及时救治，但是仍然是昏迷不醒。此时的高杰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医院的走廊里踱来踱去，他着急地向医生询问张翔的最新动态，得到的却依旧是不确定的消息。而第二天一早，张翔的父亲老张也从老家赶过来了。老张的老伴儿死得早，就这么一个儿子还不在身边，本来就十分的挂念。这儿子老说自己在外边过得挺好，也定期的会给自己一些家用。老实憨厚的父亲啊，却又没多问，心说虽然儿子还没达成自己的心愿，成个亲，给自己生个孙子，但他从小听话懂事儿，只要他踏踏实实的有份工作干，做老人的呀也就不用特意的费心了。可谁成想儿子居然出了车祸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怎么活呀？老张找到了交警队，想弄清楚儿子撞车的原因，可交警却说这事情还在调查阶段，一时半会儿啊还不能给老张确切的调查结论，让老张耐心的再等等。而老张知道高杰是儿子所在的汽修厂的老板，也知道儿子是高杰的司机，就去问高杰这是怎么回事。高杰就解释说，平时这个张翔就喜欢飙车，经常超速驾驶，这次啊终于酿成了大祸，自己也是始料未及呀。不过念在张翔是老员工的份上，自己啊可以以私人方式赞助你5000块钱。憨实的老人接过钱，这心里多少还有些感激。可是两个月过去了，张翔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院方说如果病情一直持续这种状况，张翔恐怕会成为植物人。张翔的父亲听到这句话是一阵眩晕，这等于是间接宣判了儿子的死刑啊，在未来不可预知的时间里，自己这个70多岁的老人将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，自己的这把老骨头根本就承受不起呀。老张怀着巨大的悲痛回到了儿子张翔的住处，为他收拾衣物，而就在一个隐蔽处，老张发现了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让老张得知了儿子的一个秘密，那是儿子张翔的结婚证。而让他万分惊异的是，打开一看，儿子结婚的对象竟然是他的女老板高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高杰要是自己的儿媳妇儿，他的表现太不近人情了，看我儿子成了植物人，就不打算认我这个公公，也不打算认丈夫了。可儿子呀，
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连老爸也不知会一声啊？我要是知道你找了个这么无情无义的女人，打死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不行，老汉我必须要个说法，我要找他去。别看刚得知张翔出车祸那会儿，这个高杰紧张的要命，可是眼见着张翔数月昏迷不醒，高杰反倒不着急了。张翔住院期间，高杰对张翔不管不问，老张多次打电话叫他来医院，都被他借故挂断了。无奈之下，老张气愤地直接找到了汽修厂，拿着儿子的结婚证质问：你高杰作为我们张家的儿媳妇，为什么对丈夫不闻不问呢？而高杰的一番言辞却让老张有些无言以对。高杰说自己和张翔是假结婚，不过是想一尝做母亲的夙愿罢了，自己不惜放下身段下嫁张翔是他前世修来的，你儿子张翔那也是自愿答应了的。婚后自己对张翔百般关照，还给他加了工资，这些厂里的同事啊可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但不幸的是，车祸却在这时候发生了。现在呀，也不知道张翔什么时候能醒，你们张家也别拖累我了，自己正打算与张翔离婚。老张拿着儿子与高杰的结婚证百爪挠心，虽然弄不清楚儿子和他老板高杰是怎么走到一起的，可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，如今儿子突遭意外昏迷不醒，你高杰就这么放手不管了？一定是为了逃脱责任，老张一怒之下将高杰告上法庭。那么假结婚的高杰应该对张翔负责吗？他想离婚能离成吗？老张离开了汽修厂之后，就来到了人民法院的立案庭，他决定起诉，要求高杰履行做妻子的义务，照顾病床前的丈夫张翔，并且支付医药费。可高杰却坚持认为自己和张翔没过过一天夫妻生活，纯属假结婚，不应该履行什么妻子的义务，不愿意支付医药费，更不想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一个废人。老张的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？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。我国婚姻法第20条规定，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，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，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。要求抚养的一方年老病残，丧失劳动能力，无其他经济来源，生活发生困难时，法律可以强制具有抚养能力的对方履行抚养义务。而且不论婚姻的实际情形如何，也无论当事人的感情好坏，只要婚姻未终结，抚养义务就一直存在。在本案当中，高杰与张翔建立了婚姻关系之后，双方就具有了夫妻间的权利义务。妻子高杰具备抚养能力，却对患病的张翔不闻不问、弃之不理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。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，高杰应履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，并支付张翔医药费10万余元。判决生效之后，高杰如数地支付了抚养费，偶尔也会拿着水果过来看看张翔，可每次都是放下东西就走。他觉得自己啊，这次真是亏大了，本来是想找个人假结婚，孩子生下来就离婚，哪成想竟然碰上了这么倒霉的事儿。不过也好，张翔要是不醒，有些事儿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而老张不知道儿子张翔什么时候能够醒来，也弄不清楚儿子为什么会娶了女老板，又为什么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自己。老张只好每日精心照料着，期待着儿子能够早日醒来告诉他真相。张翔苏醒了过来，而他的表现却令父亲惊讶，大骂高杰是个魔鬼，还嚷着我后悔了，我要马上和你离婚。不久警察找上门来，说张翔涉嫌了犯罪。高杰和张翔这俩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勾当，两人究竟合谋干了什么？为什么双双沦为阶下囚？女老板逼婚正在播出。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直到那天清晨，
当窗外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病房的时候，老张突然发现儿子张翔的手动了。老张欣喜若狂地叫来医生，医生说张翔有苏醒的迹象。在此之后，张翔的病情日渐好转，从最初苏醒后的懵懂状态到恢复清晰意识，张翔终于可以下地行走，并且可以小声地说话了。可是让人意外的是，当高杰得知张翔苏醒的消息之后，他的行为倒是有些怪异。那天晚上，高杰又来到了医院，跟老张说有些话呀，想单独和张翔聊聊。老张人虽然待在门外，可心思全在这俩人的谈话上。隐隐约约的，他听到儿媳妇高杰说什么要坐牢必须保密之类的话，而儿子张翔也显得有些激动，大骂高杰是个魔鬼，还嚷着我后悔了，我要马上和你离婚。老张越来越疑惑了，儿子和儿媳妇这葫芦里啊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而就在高杰和张翔见面的第二天一早，警察来到了医院，找到了张翔，说张翔啊，你今年开车出的交通事故有点多呀，是你自己坦白呢，还是我们替你说？原来张翔开车肇事的事情已经有了调查结果，那场车祸并不是交通意外，而是张翔故意为之。那场车祸害得张翔差点成了植物人，再也醒不过来，难道他会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害自己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向老实的他真的涉嫌犯罪了吗？面对警方的查问，张翔几近失控。警察同志，这些事儿不是我自愿干的呀，都是我老板高杰逼我的，他还非得让我跟他结婚，您可要给我做主啊。也直到这时，老张才弄清楚了儿子张翔和高杰结婚的原委。其实张翔答应高杰结婚，除了不想让高杰扣工资，自己啊能拿点好处费之外，他还是有私心的。他不敢惹怒高杰，因为高杰和张翔这俩人之间有着更深层次的勾当。高杰曾经利用自己开汽修店的便利，让张翔伪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金。高杰先买回旧的汽车配件，然后将汽车中的原厂配件置换下来，接着人为制造交通事故，车被撞后需要定损的部位恰好就是提前安装好的旧配件，保险公司如果没有认真查勘，就会按照正常的事故赔偿原厂配件的维修费用，这个时候再把原厂的配件装回去，车辆完好无损，这赔偿款却到了高杰的手上。张翔最初也是不肯的，但是在高杰的哄骗利诱之下，开车骗了几次保，侥幸地获得了不少赔偿款，高杰分了一点钱给他。可张翔心慌啊，生怕高杰交代下来的哪件事啊他没办好惹怒了他，这高杰要是告发自己可怎么办呢？于是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之下，张翔同意和高杰结婚，并配合他办妥了人工受孕的手续。每每看着大红的结婚证，他都有苦难言，只好借酒浇愁，整个人是日渐憔悴。再后来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，他找到高杰提出辞职，并希望能和高杰离婚。可高杰却拉着张翔坐了下来，他跟张翔商量再干一票更大的，干得好的话对张翔的建议会慎重考虑。可是就在这一次，张翔却出了意外。原来这一次他们事先弄破的是一个安全气囊，一个旧的安全气囊只值几百块钱，而保险公司按照新的估价估值可能达到1万-2万多，这样算下来中间的差额确实不少。可正是由于缺少了安全气囊的保护作用，张翔在制造车祸现场的时候自己受了重伤，还险些成了植物人。张翔昏迷之后，高杰见他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也干脆对他弃之不顾。可是当高杰得知张翔苏醒之后，他生怕张翔把俩人之间的事儿啊说出去，就赶紧赶到了医院，表示同意离婚，还要求张翔对两人合伙骗保的事儿保密，要不然俩人都得坐牢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当天下午警方在汽修厂找到了高杰，
高杰看到警察的那一刻，他知道东窗事发了，这一次他逃不掉了，只好向警方坦白了自己几次骗保的经过。不久之后，检察院对高杰、张翔以涉嫌保险诈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。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判决，高杰犯保险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0,000元。张翔犯保险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，缓刑1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1,000元。高杰因为怀孕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，不久后孩子降生了，等过了哺乳期，她将要被收监服刑。这个靠钻营取巧升格为母亲的女人，到头来却只能与孩子铁窗相隔。张翔的父亲老张也打算收拾东西回老家了，儿子触犯法律，老张的心里挺不好受的。可张翔却跟父亲说，自己虽然被判了刑，可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他的内心反而是前所未有的安宁。如今的张翔期待着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，再见。本想寻求婚外激情，不料女方怀了孕，承诺给他20万元做补偿，高燕这才答应打掉孩子。谁成想女方背着他生下孩子，还频繁向他索要钱财，再给他50万元留给孩子以后上学用。他前后付给对方近150万元，临了发现孩子根本就不是自己的，激情陷阱明日播出。